还有一个之前一个那个上次我跟你讲说那个面要加水那个啊，嗯，我每次就是倒那个，但是我们水比较简单的紫菜而已。因为一般呢、啊，一般是我们面都会上面有那个豆芽菜片嘛，然后再那个经过热水加热一下。那因为我们的量它比较大，要比较迅速，都会先把菜煮起来备用这样。
走用这样。会把存档会吧。好了不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俩辛苦着啊！哎呀！
Thank you.